然后它的 data type 是 JSON。如果说有资料的话呢，那就执行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在哪里呢 ？Show data 在这里。Show data 就是把网络上的资料抓下来，抓下来之后做什么？做底下这些事情。可是哈，你会发现呢，如果你不懂得刚刚的东西的话，你可能会看不懂这个是什么 span， 有没有 span？ 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应该比较看得懂啊？哈，因为这就是刚刚我们做的，只是说我们把它什么放刚刚的程式码放在这里，你就比较看得懂。不然的话，如果我直接跟你讲说啊，这是什么做出来的效果，你可能会看不太懂。OK， 所以基本上哈。等一下各位也可以试试看，这个是来去台北住一晚的范例，第五章的范例齁。OK， 那刚刚讲到就是那个气泡式的这个部分齁。如果说我要做出的不是气泡，而是另外一种效果。这在书上面也有了齁，你们的书里面的第三支七支四是气泡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换另外一种效果，其实在也有一个图，我不要气泡。我只要把字放在什么？放在左边就好了。我不要气泡，类似像这样。那实际上可以把它改成什么？把这个 UI-LI-COM 有没有改成什么？改成 aside 就可以了。好，其他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你把它改成之后的话，就没有气泡的效果。好，所以其实你们等一下可以怎样取代一下，把刚刚这个地方这一个哈 span 有没有？把它取代一下，我这边已经取代好了，就是把什么呢？把刚刚那个 count 部分什么 span， 把它改成这个 aside， 好、哦，这个地方，然后做出来效果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就会是没有气泡的状态，但是还是会有数字，没有问题。OK， 好、哦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也试试看，如果要做出没有气泡的效果，就是改 aside 就可以了。那你可以用取代的嘛，哈、哦，把这个范围的字。取代成这个把 count 取代成 aside 就可以了啊，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哈，试试看哦。